吸，点，戴上去，用力的扭转下来。那吸的上半段写的比较轻盈，轻盈，立上去，上面伸长，底下不要太长。你等下还有个写个心，撇过去，不出风，捞回来，带供过来，点，从这下方点，刹车回来。心的话会拉的比较长，有点膨胀，后面非常的锋利，扭转上去，笔要调整好，否则会勾不上去。勾起来以后，顺势从这个地方点出来以后，这个点会捞到最外面来。吸，